谁而活？为自己而活。当你自己的女王，不要管什么女王的家了，家是在自己的后面的后盾，当然家你还是要处理好， but 你要做你自己的女王。好像就不是我先生样，你知道吗？就讲那种 like， oh you know， 我是一个男人，我不应该帮小女生洗澡。那时候我就很气，每天哭，觉得说我的人生好孤独。